来今天有初次光临的贵客，我们欢迎顾宝明老爷。欢迎。他为什么这么多年都躲着我们呢？是在故意避开我们节目吗？没有，我很想上你们节目。可是他怕我们聊结婚的事，因为他新婚，对，第三任。专访。我们要不要先去休息？专访。我都很清楚，还要报吗？是第三任没错吧？对 ，OK， 对。听说为了第三任婚姻戒烟戒酒吗？对，你先问两个人差多少岁。请问跟夫人差几岁？十五。二十。不会是两岁了。二十算是？二十算客气了啦。二十有超越之前的那位吗？对，年龄来讲，二十算客气了。二十算客气吗？对，他可以差到四十的。所以会爱上小自己二十岁的女生，图的是她的哪一块？哦，脑子。这个说两句话也很简单，其实是一种缘分，哎，因为我们是这个等于说因为宗教而认识，所以是一种。你讲出宗教，我们就无法再攻击。对，当然我也是。怪怪的。怎么说？老师，您来讲。因为他三任太太我都见过啊，那他这个太太小他二十岁，他不是现在电视坊间的流行那个大草团，所以他很低调、很神秘、很秘密。我们在排合法犯罪的舞台剧，他太太目前只出现四次。那他第一次陪着宝明出现的时候，他说：“国师老师，知道我今天为什么要来吗？因为今天是情人节，这个合理吗？合理吗？甜蜜啊，很甜蜜啊。”可是两个礼拜之后，他出现以后，中元节吗？是中元节吗？他说今天是中元普渡，所以我要来。真的假的？他这样讲的，好另类哦。对。然后第三次出现，他就是说我总是要把这个戏看完呐、啊。今天你们整排，我想从头到底看完，就我们演完喽。演得非常激烈、激情哦。演完之后呢，凶手也抓到喽。他后来说你们演完了。你们到底人不在身上？结果昨天来了，来以后我说你今天来的理由是什么？他说因为鬼门快要关了。他为什么又在乎鬼门开门关？他为什么？他有在过中元节？保持神秘，保持神秘。也不是，其实我要讲一下了啊，这个事情我比较了解。他是人是鬼？你老说。我了解。是要鬼门开个关？当然是人了，要叫法海和尚来吗？首先要讲的是他就问他。是国舅先问的，那你今天来干嘛？对，刚好那天是情人节，因为今天是情人节，对，第二次他又问你今天来干嘛？他一想，那今天是中元节啊，他是按照这个逻辑来的，所以根本没关系。因为他是一个很老实的人，他不是在开玩笑吗？他也是在开玩笑。这个也唤起很多人对于戏剧的信心，就是如果你在舞台上发光发热，很多妹妹是会爱上你的，因为。